相信我的世界可以有多完美，痛苦、寂寞，还有一些疲惫，不允许他人随意进入我的零度空间，宁愿孤独，懒得再去想谁。两个人一起是否只是得到一种安慰，挣脱过去，然后忘记一切。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，谁会抓住我的无力双臂？怎么会哭？谁错谁会为谁而解？不会再哭。谁错谁会为谁憔悴？走入零度空间。只是得到一种安慰，挣脱过去，然后忘记一切。没想过有天我的结局忽然全部改变，谁会抓住我的无力双臂？怎么？